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感谢两位主持人，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见面。谢谢，好像看到过哈，刚才有开场舞那个，舞的其中之一。哦，原来如此哈，好。成绩，因为其实呢，他在秀场呢也表演了非常久的时间。很久，你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让大家对你印象更深刻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呢网扑红人动漫三太子陈思文，那么也是刚才这个开场舞群的队长。大家好。对了，他也是呢南凯舞群老师里面的 leader 啊，也是 leader， 多才多艺，真的多才多艺，会唱又
会跳，对，他自己本身还主持的，哇，他是全方位的。你这样子问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啦，主持又没呀，你会得听来哎。没啦，我请出声啦，我只讲会出声啦，没啦，很棒。而且呢，你看这一次，你看这个 idea 创新了以后，穿着三太子的衣服，是用日文唱动漫的主题曲，光是这一点呢，就在网络上造成了百万的点阅率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，创造那个违和感啊！真的，没有，现在就是需要这些创意，真的是创意，不断的创新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大家就更认识你了。是啊，可是现在知道哥刚起来，你也盖小，那做完件了呀？不，一样刚起来主办单位啦，是，那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站在舞台上。我们的大天父，我们的众神明，谢谢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三太子啊？因为呢，刚刚只唱了一首歌，马上就上身了，哎呀！三太子啊，唱一首不够了。我乖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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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，好啦因为几首歌哦，是太可惜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过瘾了、啊。不过瘾了、啊、好不好？再带来一首。还要再听吗？好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你带来的歌曲是？好，就是成名曲《圣斗士星矢》。来，掌声给陈思文，谢谢。谢谢。副歌的时候，我举手，你们就跟着我举手，好吗？
谢谢。